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 尊敬的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来继续学习啊《太上感应篇》的京剧。大家翻到啊，毁人称直，骂神称正啊这一段。那么这两句京剧呢，讲的都是恶口啊，就是毁谤。 人乃至于毁谤神仙，为什么要毁谤呢？啊，是通过毁谤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是正直的。那么毁谤他人，自以为正直啊，这是极恶的业。有的时候呢，自己心里啊有怒气，啊，不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 啊，就任由自己的习气来发作，啊，来污损别人的名誉啊，自认为呢自己是在行直道，啊，其实呢心是偏邪的。那么这样的做法呢，自己都感召到不善的口业啊，将来的果报呢都是在啊地狱里要受苦啊。所以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啊。 太上老君三番五次的啊，劝勉我们要注重口业，口业不能够很好的自己的有这种自控呢，啊，是最容易造业的啊。所以呢，说话呢要严谨，在话说出口之前啊，要好好的度量一下自己的心。那么有些人本身。 不能够正直啊，却自以为正直啊，这是错失了心。所以人呢是不能够离开圣贤的教诲的。每一天在圣贤的教诲的熏陶下啊，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把握住啊，心是直的还是曲的，是善的还是恶的啊，是正的还是邪的啊。如果自己不能把握住的话啊，错认了自己的心啊，那就容易造业。 老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激义仁者也。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人呢，非常的有聪明才智，又能够深入观察事情的细微之处，但是呢，却容易使自己陷入死地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喜欢讥笑和批评他人。 所以呢，不能够随便的啊去指责别人啊，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要冷静的观察啊，理智的分析啊，静下心来，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啊，就能够使自己少犯很多错误啊。很多时候啊，都是出现了误解啊。我们师父上人讲啊，缺少了沟通啊，因为人和人之间不能够啊沟通。 或者和不能够啊、呃、良好的沟通，这两种呢是啊、呃、两个层面，不能沟通呢是压根儿没有沟通啊、呃，不能够很好的沟通呢，可能是因为障碍，听不懂对方的意思啊、呃，所以就错会了意思啊、呃，这个也是没有达到沟通的效果，那么以至于呢啊、呃、产生了一些误解啊，所以为什么？ 主事大德那样的劝勉我们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啊，打得念头死，徐如法身活，啊，有打妄想的功夫啊，多念几声佛号啊，那个妄念没有了，那个境界消失了啊，自然的心呢就趋向于正道了啊，佛号念着念着，心就念圆了啊，慢慢很多事情就想开了，想透了啊，自然道理呢就清楚。 所以一切时一切刻呀，要常提起这句佛号啊，不能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啊，就死认为啊这件事情如何如何，执着于自己的成见啊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么宋朝的程程颐说，君子对待他人，应在他有过失处找出没过失来啊，不应在没过失中去挑剔过失。 啊，而要求自己呢，恰好是相反啊。所以，真正呢，啊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要少看别人，多看自己，观察外面的种种境界啊，都是来反观自己的心的啊，来提升自己的修学啊。看到对方这个样子想想自己有没有啊，没有的话呢，啊，就好啊；有的话呢，要赶赶，赶紧改过来。 那么，在《感应篇汇篇里啊，讲到这样的故事说明朝的侍郎王伟是少保于谦推荐而晋升的，而这个王伟呢，非常喜欢窥探于公的过错所以暗中呢，上奏皇帝呢，毁谤毁谤这个于谦，希望别人赞扬他正直。那么，当时的皇帝景帝呢，非常信任于谦啊，就召见他。 并且呢，把王伟的密告奏折呢给了他看。那愚公呢，当然就叩头承认罪过。景帝就说：“朕很清楚你的为人，你不必啊感到有什么遗憾。”于谦出来之后呢，王伟因为心里做了背后告人的这种亏心事啊，啊，所以心里有鬼啊，就赶紧迎上前去，不断的问他说：“皇上都跟你说了什么事？” 愚公就不说话啊，王伟就不断的上去请问，最后于谦呢就笑着跟他讲：“老夫有什么不对之处，你当面对我说就很好啊，我也未必不听从，你何必忍心这么做呢？”于是就把皇帝啊给他的密告奏折拿出来给他看，那王伟非常的惶恐惭愧啊，无地自容愚公就笑着安慰他。 这个是恩、啊、将仇报。我们同学也是啊，不要啊背后做，要做当面提意见啊。比如说对师傅也好，对老师也好，你有任何意见，当着我的面啊指出来啊，说老师你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啊，我想跟你呢沟通确认啊。那么能够指出自己的问题啊，这都是善知识啊。 一定会虚心接受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不要背后讲啊，背后讲呢，于人于己都有亏欠，这是极不好的行为啊。所以我们当面说啊，当面澄清最好。那么我们相处呢，就容易保持和谐啊。否则的话呢，自己也有亏欠。 那么同学之间相处也是啊，如果关系呢比较啊、呃、亲近啊，能够指出来就指；关系不亲近呢，也不要背后啊讲来讲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看这个骂神称正啊，这个是讲辱骂神灵。前面呢还只是毁谤人啊，现在呢是毁谤神灵啊，那更是啊愚痴了。 所以触犯神灵会得极大的罪啊！我们讲连正知正见的人都瞒不过，怎么可能瞒得过鬼神呢？什么是神呢？是聪明正直啊，称之为神啊。鬼神是不会接受贿赂的。后面有讲指天地啊，以正比怀，这都是这类的啊。那么要学会。 真诚待人，有的时候呢，自己没有想明白啊，要多听经，多闻法，经教通达了，在行为上就不会出现差错。我们讲话呢，要多讲爱语，讲让人觉悟的话，要让自己的嘴呢口长吐莲花啊，不要出现这种问题，口长出爱语啊，否则的话呢。 都会形成业障，业障深重的人在修行修行上面是很难能够啊顺利前进的，会障自己的法，所以自己在修行上有障碍，都怪不了别人是自己把自己障住了啊，那不可以这样做。在《感应篇注解》里啊，也提到啊一个案例啊，就是孩子得了这个生了这个。 我们古人讲这个痘啊，痘疮啊，结果呢，他就准备骂这个，到城隍庙写了个状子，要骂这个斗神、啊，反而得罪鬼神，最后自己呢、啊，死得很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啊，下一句就比较重要，是气顺孝逆背亲相疏，这八个字呢。 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所谓抛弃顺道而效法逆道，违背至亲的人却向着生疏的人啊，这都是根本上的邪知邪见啊！分不清顺逆向背，不明白是非善恶，很糊涂的这样的造作，将来的果报啊，都在山土。所以，我们先看一看什么叫顺，什么叫逆啊？那么。 在《感应篇汇解》里呢，他引用的是啊春秋时候啊石阙的一段话啊，是源于这个《左传》啊。那么石阙当时给卫庄公啊提这个建议啊，讲了这个六逆和六顺啊。我们看看六种这个逆道是哪六种，叫建房贵少林长。 远见亲心见旧小家大银破亿，字很简洁啊，但是呢，意理呢却很深。什么叫见房贵呢？见是指地位比较低的人，贵呢是指地位比较高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地位低的人呢，随便的去指责地位高的人。我们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可能你站在那个位置上。 你做了那个官位，掌了那个职权，还未必有人家做得好。你没在那个位置，在底下啊，随口的就是这样的啊指责和说呀，这是大逆之道，这都容易招祸啊。所以我们古人讲“气顺孝逆，速祸已，把这个顺道丢失了，而按照这个逆道来做人。 很快的就能招来凶祸，确实是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像很多人现在网上随便的骂这个当官的啊，甚至啊我们的啊国家领导人啊，这都是建房贵，属于逆道啊，不可以随便做。我们你自己其实自己都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啊。我以前没有带义工团队的时候。 看着人家带呢，就说人家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等身临其境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人家做的其实都有道理啊。确实，你不在这个位置，不明白其中的苦衷啊。所以，我们自己啊，要好好的审思啊，要安守自己的本分。第二个是少龄长啊，就是年纪轻的欺负年纪长的。啊、我们。 有很多年轻的义工，见到年纪长的义工呢，啊，没有什么恭顺心，看见跟没看见一样。啊，年长的人进来，我该坐着还是坐着啊，该说话还是说话。啊，你叫我跟没听到、没听到一样啊，这都是少林长对长辈不够恭敬，这都是违逆第三个呢是远见亲。 所以远见亲呢，就是关系比较远的人啊，来说一些是非的话啊，来隔离那些关系比较近的人、啊、比如说，打个比方哈，我跟某一个义工同学关系比较近，所以关系近呢是缘分深，他就在我身边啊，跟着我学习啊，称我为老师啊。旁边的人呢，外面的人呢不明白我跟他的这种缘分。 和相处的这些关系，啊，那么随便的来指责我们之间的这些一些情况啊，这就是远见亲，是属于逆道，啊，因为你不清楚这个关系近的人日夜相处，他是什么样的感情或者有哪些缘分啊，你说的话呢，往往不如理。就像为什么我们不去轻易去判断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呢？ 我们讲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是因为夫妻他啊天天在一起啊感情呢纠缠，我们说不清楚啊，你外人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。啊、学佛的同学也是如此。啊、如果这个女子她不是那种很理智的，情值很深重啊，跟先生恩爱牵缠很重的。 在修行上遇到种种状况，跟先生出现一些纠结我们轻易不要劝，劝不了你也不清楚他们两口子到底怎么回事儿。你今天刚劝完，回头人家两口子好了，来反过来骂你啊，这都是我们人生的教训啊。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啊，我就都吃过这亏。来跟你求教的时候真很真诚，那我也很真诚的去答复啊，我们应该断情爱呀。 舍情执啊，一心求生净土啊。对于一个真正修行人出世间法的、很理智的女人来讲，没有问题的。一掉过头来呢，跟先生他又是非常恩爱的，转身会骂你来隔断他跟先生的感情他用世间法来套这个出世间法，两个对不上啊。所以看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不劝，劝他们夫妻好合，恩恩爱爱。 最好生生世世做夫妻，六道轮回也不用出去。他高兴和欢喜，讲真话呢是听不了的，所以远不见亲。啊，人家相处七八年的人啊，你跟人家才相处不到一年，你去说那些，去疏疏远人家的关系，这都是极不应该的。所以远不见亲呢，大家要记住，话不可以乱讲，饭不可以乱吃。 祸从口出啊，自己给自己惹祸。啊，不明白不清楚就闭上嘴不说。啊，你不要，我们就常容易把自己当成菩萨，到处渡人哈，到处跟人开始开解哈，都说错了。新见旧也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刚刚相处的这个关系啊，去间隔这些老老比较老的关系啊，这都是不应该的啊，小加大。 依此啊，同理可推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淫破义啊，所以淫呢是指过分。比如我们过分爱一个人，或者过分爱某一样东西，就会违背这个义理让自己呢失去理智啊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是对这个五伦五常的一个详细的开解啊。我们学这个伦常关系呢，往往学不透，学不明白。 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啊，都是因为这些义理没有开解开啊，所以学感应篇呢要细学。那么什么叫六顺呢？六顺是君义臣行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啊，这六种关系叫六顺啊。君能行义啊，臣能够行忠道，父慈子孝。 兄爱弟敬，弟敬啊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顺世间的礼法来的啊。从大的方面讲，是顺这个啊真理啊；小的方面讲，是顺礼仪。那么佛法讲呢，是顺法性啊。这些都是在古人来讲，从小呢都是教孩子学的，所以同盟养正啊。 教以教子以义方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教你怎么去做人啊、行事呢。那么你按照这么做呢，就不容易被这个感情蒙蔽了理智啊。做人做事呢，都合乎礼法。我们讲合情、合理还合法，不会超越这个人伦，也不会呢违背理智、啊。那么做事就有度。 否则的话呢，就容易出现问题。那么，我们顺着世间法啊，这样的跟人相处，就会得到世间的福报。当然，顺初世间法来做，就会得出世间法的无比的福报。那么，天道讲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啊。如果一个人逆天行道。 不按照这个礼法来做，往往呢就会招来天灾人祸啊，家里呢不和谐啊，出现种种状况，孩子不听话啊，身体不好啊，家庭不和睦啊，种种的争吵啊，事业不顺啊，这些呢都是自己没有按照圣贤的教诲啊来学做人了。 那么气顺孝逆呢？背亲相疏，在注解里也讲：薄妻所当厚，厚妻所当薄啊。没有讲讲究恩义啊，就是应该跟他啊比较相对冷淡的啊，我们反而呢跟他相处的比较浓厚啊。跟他跟这个人应该比较浓厚相处的呢，反而我们相处的比较冷淡那就背德背亲了。 在《孝经》里有说：“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”我们的亲，首先第一个是父母双亲，其次按照我们这个人际关系你看着兄兄友啊啊，还有自己的这些身边的这些关系，一层层来。那么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关系来做呢？ 啊，就说明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是有私利和欲望的，啊，这种私利和欲望呢，往往在自己做事的时候是不觉得的，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你种的这个因呢，就种错了。所谓因地不真，果招于曲。我们所有的事情。 就要从心地最初的那个发心开始做起。我们做义工尤其如此，你发心一定要从因地来为护持正法，来为这一生自己求生、求往生做佛，来为度一切苦难众生，本着这个真心来做，你将来呢就不会出现啊问题。我们有的发心就错了比如说有的发心说。 来亲近啊，定弘师父，或者亲近我，这种亲近呢，不是为了求真正的圣贤的道理，是为了名来的啊。我们有一点小名啊，为了这个小名来亲近啊，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是自己没有仔细审查的啊。那因地如果不真的话，根不久，稍微做一段时间呢，就会出现状况。 啊，自己的内心会出现纠结。你真正为护持正法，为利益一切苦难众生，永远都不会有感情上的纠结。任何障碍不会挡住你。所谓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呢，啊，没有过不去的事儿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啊，眼前的这点事儿、这点、这点那个人呢，根本就障障不住我。啊，所谓任何的苦难，自己都能够甘愿承受。啊。 将此身心奉承差是则名为报佛恩。我把这个身心都奉给无奉献给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来报答佛恩，报答师恩，报答父母恩，报答众生恩。嗯、这个人对我脸色有一点脸色，说我两句算什么呢？无所谓，我不在乎的。啊，遇到一点小的困难，不会退心的。我们会退心，会退转，啊，会不做，会不开心。 就是我们那个因地的那个种子没有发对，你发对的话，你那个心是无比广大的，即虚空变法界，你跟佛菩萨相应啊，娑婆世界的这些人和事啊，不会障碍住我们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啊，这个发心因地是要真的。那么背亲相疏讲的是背离至亲而心向疏远的人啊。 呃，慧慧姐里讲了几件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欺瞒背逆父母啊，私自呢托付啊妻家，就是啊妻子的家人。那么对待父母的亲戚很普通，却厚待妻子家的亲主，这是从先生那一方讲的。那么做妻子反之啊也是如此啊。对待兄弟姐妹分毫必定计较。 但是对待朋友外人呢，却是非常慷慨，这都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不照顾本家的亲族贫寒，却冒认他人为自己亲族；凡是薄待所应厚待的人，却去厚待所应薄待的人，这都是背亲向疏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团队学习，然后呢，你大量的呢。 去发别的那个团队的老师的光盘，然后你问我，你说老师这样做是不是非常好，让我赞叹？我我说了，我说随喜功德，然后一定让我说意见，我没有意见。就像我在护持定洪法师，然后我拼命的去发其他的那个法师的这个书做光盘，然后我去拼命的问定洪师傅，你认为我这么做好不好？ 师傅不会说好，也不会说不好，就是四个字了：随喜功德。如果有功德的话，就随喜。咱们要懂得远近亲疏这些关系，搞不明白的话呢，好好学完了再做。做事不能冲动，并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去做。除非我不在任何一个团队，我自己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受任何约束的。 所以，有的时候义工做事呢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话讲，讲多讲少都不对。就像我跟义工之间，比如他来问我一件事情，我给他回复，然后呢，他就把我的回复原封不动的告诉外面的人，这就是静宇老师讲的。但是我是在跟你讲，是就我们义工团队内部的这工作关系讲。 如果我知道你要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去跟外面的这个同学讲，我一定会再想仔细了啊！怎么你你是个中转站？然后通过你中转站，怎么把这个话让人家听着欢喜？嗯、我今天就收到一个同学，人家就误解了，很不欢喜，很生气来质问我，金宇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！人家想做想做这个法宝啊，做法宝，人家也给打了一部分款。 啊，然后我们做法宝的同学呢，就问我老师怎么做啊？我呢回复就是说，等师傅出关再译。那么我说，因为我在一直在备课，在念佛啊。那么等师傅出关再译的意思，不是就他这一项，而是我们所有法会前的这些法宝书和光碟要统一的译啊，商议。因为我算了一下，师傅一月二号出关，时间是来得及的。我们做书也好，做光盘都来得及。 即便是过年也来得及，然后他就回复人家给法宝的人，人家要追问做还是不做，他就回复靖宇老师说了，师傅出关在意。啊，人家就生大烦恼了，以为我不做啊，说老师你怎么收了我们的钱，你还不给做事啊，你这什么人？我就跟人道歉，我说对不起，确实是，嗯、呃，我做的不好，我说请你理解，我说我不是不做啊，我说好，那我马上安排做。 那就安排做了，就不用等师傅出关再议了。就是以后，我如果考虑到大家会把我说的话原封不动的全对外讲的话，我就不说，我只说四个字：阿弥陀佛。你不要问我你怎么做，我都阿弥陀佛；你做我也阿弥陀佛；你不做我也阿弥陀佛。因为你对外传话的时候，就是静音老师回复阿弥陀佛，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，人家也不会骂我。 因为不是这一个同学，是很就是这一个菩萨视线是我们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啊，就是一种呢，他是等于有一种自私的心理啊，他把自己避开，反正就是静宇老师说的，什么因果，静宇老师背，我就不管了，啊，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是自己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前后的这个关系，啊，不经大脑啊，没有好好的思虑。 所以就把人家的话原封不动再传出去，啊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任何时候讲话要注意分寸。比如说师傅跟我讲的话，我不会原封不动的就跟外人去讲。你肯定要考虑一下那个时间场合了，适不适合了。呃，对方听了之后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如果对方听了心情不好，你也这样讲，这是恶语了，让人家心生烦恼。 啊，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讲话要注意了，这不可以这样讲话。我这是顺便说一下，这累吧？我念佛不累，念通宵都不累；讲课从来不累，讲师讲上午下午连着讲也不累，备课也不累。啊，这就是跟义工，就是这些事情上真是累，就是觉得应该是就很简单的事情。 就没有想到就给弄得这么复杂，我们仔细的好像思维一下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。所以我们都慢慢学吧，我我也没有怪罪大家的意思，因为大家呢可能也都没有做过义工，没做过义工呢，咱就是在公司企业，比如老板私下跟你讲，你也不能就把老板原封不动话出去跟外人讲啊。 比如父母私下跟你讲的话，你不能原封不动就就搬给你先生，或者是搬给外人呢。夫妻之间讲的话，你不可能把夫妻讲的话原封不动就就搬出去啊。这，他都有个内外有别。嗯，我们这个别呢要搞清楚。你要没有别的话，那那咱就阿弥陀佛就没有区别，就全阿弥陀佛。所以大家要考虑好啊，不只是。 对我是这样啊，我们其他义工负责人如果讲话的时候，也要考虑怎么样审慎的再往外传达，不是说一字不漏的这样的讲啊，尤其是微信里的这样的对话，你不能原封不动的就给我就给人 copy 出去。呀，所以我不愿意加的有些人的微信也是，我都会考虑到人家会不会就给我传出去。 因为有一次我在家呢，那是那阵在深圳，同学一大帮人来看我，我也没注意，有的人可能就拿手机给我拍了一些照片。过两天，我这照片就网上满天飞，啊，人家就说老师你这啥时候拍的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就自己福福还是不够，没有护法，有护法的话他就会制止，不要随便拍老师的照片，更不能随便就在网上上传。 你没经我同意，怎么能上传呢？我以前在这个啊，一、呃、四年啊，去台湾去参访正觉经社，跟这个清宫呢，就有一张照片啊。当时是拍出来之后呢，给去的义工同学分享。结果这张照片呢，最后就被一家这个就传来传去，传到一家旅行社，被这个旅行社作为一个广告宣传照片啊，说陈静瑜都去这个正觉经社了。 啊，我们旅行社呢也特别设了台湾的旅行的行程，特安排参访正觉精舍，欢迎报名。啊，人家来给我看的时候，我也就无语，没有办法啊。公众人物就是这样，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因果就好了啊，自己一言一行都要审慎了，不审慎的话都要背因果。 不是说你以为没有就没有啊，而是确确实实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句话，嗯，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伟世。这一条是讲呢，手指着天地啊发誓啊，发誓是为什么呢？求得证明，证明自己心地真诚天地可以为我作证。 古人发誓呢，有一种豪气呀、啊，这个心是真的，命丢了都不改誓言。而我们呢，口是心非，充满了私心杂念，这个誓呢，就不要随便发。发了之后呢，都要招报应所谓欺天欺人呢，最后自欺，这种行为呢，不会有好的报，不会感召好的果报。 那么轻的呢，让自己这一生不顺；重的呢，会被天灾人祸夺去性命啊，感召到这种灾殃。所以一切法呀，由心想生啊。所以人要用直心来行事，人前人后一个样，嘴里说的、心里想的一个样，在上位人面前和在下位人面前一个样。 大家先考虑好，我这三个一个样是什么样？啊，人前人后，就是当着大众的面儿和自己独处的时候，我就一个样子，不是两样子。人前啊、哦，我跟大家说吃八关斋戒，背后私下晚上吃东西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上位下位一个样，在师傅老师面前，哎呦非常恭敬；一转过脸，对普通的这个义工，马上板个脸开始训斥。 这不一样了，嘴里说的一个样，心里想的一个样，这就更麻烦了啊！嘴里无比的恭敬赞叹，心里很鄙视你，瞧不起你啊！这些都是给自己要招来很大的果报的。心不诚，感召到的果报啊，都是不成的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一分诚敬，增一分福慧，消一分罪业。” 得一分利益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真诚恭敬要从自己的心里求，从里到外对一切人一切事上来求得自己这个真诚恭敬心，不能自己骗自己。你自己骗自己，不跟掩耳盗铃一样吗？掩着自己的耳朵去盗偷那个铃，铃铛响呢，以为自己没听到，别人也没听到，这骗人骗己、啊。 那小孩儿都懂的道理，我们怎么能不懂呢？不能这么做哈、啊。那不诚敬，当然就能够灭一分福慧，增长一分罪业，自己就不得利益。所以印光大师那么强调诚敬心，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中间呢，我我就给补充上这一段是我自己加进去的，因为诚敬能够得福得慧。 能够消灭我们无始来的业障啊，所以大家用真诚恭敬心来学学做人、学做事、学佛啊。嗯、那么将来念佛呢，也能感召到极乐净土。那是一个真真心的法性土啊，它不会有虚伪的人缺的。的所以我们要真诚做人嘛啊。嗯、这是静于真的真心跟所有义工讲的。我们可以有脾气，可以发火。 可以有很多的业障啊，但是我们真诚心想改，而且确实也在改，你一定就会有好的果报。我们不能说嘴上说一套，背后做一套。你不真心那样的改过，不真心的去学，这是很难有感应的。夏莲老有一句话呀：“无始妄习油和面呢，就无始劫来的妄妄念和习气，就像那那个油和到面里一样。” 你你很难给它区分开，怎么办呢？查席去过，用真心啊，检查自己的习气，去自己的过错，要用这个真心，才能感应到这句佛号念得越来越圆满。否则你怎么念，念不出效果，念着会心烦。有的同学说啊，我这每天都定一万，我念到五千就念不下去了，这都很。 这这几个月都是这样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要先查过去习，用真心把过错和习气检查出来，给它改掉，去多少算多少。活着一天，我就去一天，就改过一天。啊，自己往往这一天下来，反省一下。啊，我自己也是晚上的时候细想想，确实我这件事情是自己的问题。 我没有审慎的看明白这件事情，没有认真的看好这个人自己呢错了啊，我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以后我就知道怎么用了。因为在任用一个负责人的时候，我们世间法第一个选择他的能力，第二个选择他的学历，都会用这些来作为我我们任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。 我在这个义工团队里啊，我就做错了。以后决定不用这个，一定要用我们的正知正见，用我们的真诚和德能。所有的能力和这个学历都是次要的，没有用的。能力再高，学历再高，英文水平讲的再好，再有才华，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，没有宽广的胸怀，没有伟大的志向。 不能够立广大愿，立坚固的这种信心的话，啊，将来影响的那个不好的影响会很深远，我也要跟着背果报的。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成长，都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真的是每一个义工，无论是他如何示现，都是给我这个经验和教训，或者是经验，或者是教训。 我在不断的在吸收啊，可能我生生世世在护持正法的时候，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啊。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反观，我为什么错了？我错在哪里？啊，我当时是怎么样选择这么做的？啊，为什么这个选择出现了这样的后果？所以这个不怪别人，怪自己了啊。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，这都是在修自己啊。 修自己啊，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但是佛法呢也不坏世间法啊。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，我们要不断的圆满自己的智慧，智慧圆满呢，你做事就会少一些错失、啊；缺少智慧呢，一做事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啊。引神明而见伟事也是如此了，就是用。 啊，神仙呢来鉴定自己没有做这些缺德事情啊！我们在古时候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啊，就是呼天喝地的说：“哎呀，天地给我作证啊、哦，没有问题，这是错的。”所以呢，在注解里引用了我们的八祖明朝莲师大师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们世间人要明白啊，不可以呢。” 随便的这样的造恶愿啊，起这个恶心，要收摄自己的意念，心生敬畏啊，来为自己求福报。那么，天地鬼神不会因为你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贿赂而降福降降降降赐福啊，唯有克尽己心，广行众善，忠孝有替。 临贫爱老，救灾济苦，戒杀放生，做种种因果因功，行种种方便，随自己本分尽力去做啊，才能感召到天降祥瑞。所以，我们平时要在这些方面做功夫啊，修心养德，广行善事啊，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啊，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往下继续讲失语后悔啊，假借不还。那么从这一段一直到慢莫于人啊，这一大段呢，讲的都是不仁、不忠、不恕的恶啊，讲人没有仁爱的心啊，人缺了这个仁爱的心啊，心一硬啊，这个做事就有问题了、啊、我们讲心地要柔软。 要慈悲，要和善，要充满光明它他才会有正能量人要是心硬啊，心不慈悲，不为别人想，只为自己想，做什么事情只从自己的一己的利益考虑啊，这些呢都是恶都是负面的能量，将来感召的果报都不善，所以。 我们基金会呢，啊，我也劝勉很多义工，我们发心做义工的时候，心呢都很真诚，要保持住这个出发心。无论遇见什么事情，遇到什么人，啊，都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当初的这种为众生啊的这个真心。走的时候呢，不要带怨气，啊，要心平气和的圆满所有的交接。啊，工作呢？ 该交接的交接，啊，该啊圆满的圆满，啊，不交接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个个人，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只会影响到众生的利益，自己到时候都被因果，所以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来，高高兴兴的走，我们讲各有因缘，那么大家呢，在这里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都不会让自己背这个因果的。 啊，我们世间法都不会，出世间法就更不要啊。有的时候以前在世间法那公司员工走的时候啊，故意的不交钥匙啊，不交文件呢，啊，不交这个甚至账本呢、啊，最后的果报都非常不好。那只是对公司而言，那是一个个人企业。慈善机构呢，慈善机构它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啊，我们讲有天龙护法来护持。 不交接，我们不会生怨悔啊，也不会啊说任何违逆的话啊，一切交给龙天护法去处理啊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们要想清楚，再决定自己怎么做啊，否则的话将来会后悔。这个世上唯一缺的就是后悔药，姻缘错过了，没有机会让再自己再弥补了啊。就像我们很多女子很后悔自己堕胎。 那孩子不会重新再回到肚里，然后你说我不剁了啊？你杀了就是杀了，做了就是做了，话讲了就是讲了，你讲出去的话收不回来的我你讲泼出去的水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是真心啊，跟大家来讲这些话，不是对某一个人，是对所有的人啊。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很多义工呢，因为缘分的问题来来去去啊，都没有关系。 啊，我们来去呢都要欢欢喜喜。我当时从这个，因为最早做传统文化论坛啊，跟大慧老师在零七年吧，还是零九年，就最早那阵，当时决定不做，选择回家进修，也是如此啊。因为当时啊、呃、不想跑来跑去啊，也是个人的原因。那阵孩子小，我那阵二宝刚生下来，呃，不到三岁啊，两岁啊。 然后家里老人也不放心，做了半年，我就决定回家，还是选择想在家听这个听经了。大慧老师安排同学啊跟我做交接，我把我的整个的手提电脑我都拿过去啊，还有硬盘，我说你们都随便考啊，考完之后考不明白的来问我啊，所有的东西你们要的我全给，自己明白因缘果报啊，因为你扣下一点点。 对自己都没好处的。你问我什么，我都告诉你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因为没有一样是我个人的，哪怕是我收集的、我做的，它也不属于我个人，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了。因为当时有很多啊、呃、名单啊、联络电话呀，还有我们当时培训的一些资料啊，主持人的一些呃，就是当时编辑的一些语言哈，都在那里面。我说你们随便考，都是如此。 我们当时有人跟我们基金会啊要这个法会的物资，那正好我们不用。我们基金会的老义工都知道，我交接的时候我就说，你们直接整个仓库交接走。当时人对方就说说老老师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有什么留的？我说不需要，连个铅笔头我都不要留。我们要要办的时候，佛菩萨在安排。我们现在不不办，你留着他，你占着这法会物资要背因果的。 我们一点都不留，你全拿走。你用的话是最好了，这个物资都能够用得上，啊，所以自己在做的时候都要清楚这些因缘果报啊。我们讲世间不会跟我们算的，你你不肯好好做呢，没有法律来惩罚我们。做义工就是这点好处，世间没任何一个法律来惩罚义工的。 但是你到了阴曹地府啊，阎王爷都不会错过的，一笔一笔的跟你算，那到那个时候苦不堪言呢。所以他菩萨为什么能成为菩萨呢？菩萨他畏因，他害怕这个出现这个恶因，他压根就不让那个恶果出现。所以他在因地上下功夫。众生是不怕遭恶因果报现前了，到地狱里他害怕，那已经没有用了，那阵后悔也没有用了。 这个施与后悔讲的是这个布施啊，讲的是布施给别人呢，布施完心里就后悔了；假借不还呢，是说借了人家的财物却不愿意还啊。就讲的这两种啊。那么施与后悔的果报啊不好啊。我们讲为什么这一世啊，有的人赚钱赚的轻松又快乐啊，很容易就把钱赚到啊；有的人赚的好辛苦。 好不容易呢，客户答应给钱了，过两天要反悔了。好不容易赚到一笔钱过两天又要打官司啊，这些都是前世在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啊，因地不清净，修的时候没有做到欢喜心布施，就麻烦。那么注解里有讲，施语而后悔者，究其初，毕竟非真心乐善，不过一时高兴，求各种福报。 说我们当时在布施的时候，布施之后就后悔啊，是因为他出发心的时候就不是真心的，好要这个善法，可能别人劝的，啊，或者是自己一时高兴，看着别人做我也做啊，为了求这个福报呢，那么回头又心疼这个钱，我就遇见好多这样的人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决定不劝人呢，真的。 不要轻易劝人布施，我犯过这样的错误。当时是好心，觉得人家也很有钱，你那么有钱都趁个上亿，拿个百八十万的来修布施，这多好的事情啊！那可惜我没钱。啊，当时他布施的时候也很欢喜，啊，布施完之后就后悔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自己也要背背因果的啊，所以不要劝人，让他们自己发心，自动发心。 劝人呢，尤其是有钱人呢，他有一种心理，你一跟他接触，啊，你还是学佛的，你是不是就是想想盯着我兜里的钱来呀？啊，特他都有这种心，下意识的心理啊，所以我就不怎么愿意跟有钱人来往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来往，好像是我们就盯着人家口袋里的钱去的啊。所以哈，我特别赞叹慈济，你看慈济啊，他不收大额的。 布施，他都是小，他是收集平民百姓的钱，所以涓涓细水汇成大海。啊，我记得慈济，我看过慈济的一个故事，他当时要做一个什么项目啊？从美国来了一笔巨款，好像上亿美元，他给退回去了。啊，他说第一呢，不能够让这个福报被一个人占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啊，他担心你这么大额的供养呢，你回头你又后悔。 啊，我呢也难做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普劝所有的人，呃，你三块钱，我十块钱，他八块钱，啊，大家聚到一起呢，谁也不后悔，我也不劝任何一个人，所以他，我记得我到台湾去慈济，他就给我那个小竹筒嘛，然后那个小竹筒，啊，回来我还给我儿子一人一个，啊，你就放进去一块两块，回头把这竹筒再还给他，啊，就是你这个，这个布施的心呢。 啊，供养的心啊，你不施十块八块，你不会后悔的啊，你心里也不会有难过。你拿个一百万，拿个十万二十万，你会后悔，将来也是果报不好。所以发源处已经错，怎么能够不后悔呢？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他就错了啊，将来一定后悔。若真心施与，人我皆空，安得有此？ 是以为善者不可不致便于一念之萌耳，就是在我们啊起初发心的那个一念，就要好好的去辨别一下是真善还是假善。所以要用真正的慈悲心啊，用真心和诚心去帮助别人啊，这样的话果报啊才无量无边啊，真心是没有边际的啊，果报呢也是无量无边的。 大家好好想想那个两文钱的例子，那个小女孩兜里就那么两文钱，当时全身心的供养了这个那个寺院，方丈出来亲自啊给她诵经回向，啊，感得她那一世就当上了这个王妃。等她当了王妃，带着傲慢心，拿着千两黄金来供养这个寺院的时候，方丈派个小沙弥出来给她诵经回向、嗯，他就问原因。 那当然，那个方丈就跟他说的很清楚：，你两文钱是真心供养，钱少，但是果报是无量无边的，福报大。反过来，你拿了千两黄金，不是真心的，所以呢，这果报就不好，啊，福报要修圆满。 我自己觉得哈，自己学佛的福报真的很大。这个哈，真的也是跟他有原因啊。我就早年在呃第一次去普陀山，那一年我十七岁，上大二，跟我们三个同学，两个男生，两个女生，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和另外两个男生。那个那个，其中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是北京的，另外一个男生呢就是南方人啊，他领路。 那暑期他们就说要不要去普陀山拜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我当时一听特别特别欢喜那阵也没有学佛，但是很高兴，啊，就欢天喜地的跟着他们三个就去了，啊，穷学生没有多少钱的，我记得当时啊那年我爷给我拿了二百块钱，就除了往返路费呀，我们身上一共就二百，我这二百还是属于这四个人里最有钱的，啊，我们上了普陀山。 我记得我们都是花一块钱两块钱买馒头吃啊，包子都舍不得买啊。然后坐那个坐什么车呢？坐这个拖拉机啊，搭人家便车往山上去啊。下山也是如此、啊。当时我记得一路上山一路就啊往那个功德箱里头去捐款。我是当时把二百块钱全部换成零钱了，十块十块，然后一路捐啊。 捐到那个啊、呃，在下山的时候，我就把兜里全部的啊，就都捐出去了。因为我们下山是准备搭便车，就回我们同学家了。往返路费是路票已经买好了嘛，就不用钱。我们同学当时问我，我就觉得啊，我我就以前就一直延续到后来好多年都是，我带多少钱，比如说去到寺院里，我肯定出来的时候是光光的，一分都不留。当时他就问我为什么。 我说，我觉得我我要是再带回去，心里会不安啊。然后他当时问我求什么呢？当时就是求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求父母呢都健康啊，没有求什么。当时看到观音菩萨特别欢喜啊。然后请的那个观音像，还有那个那阵不知道叫法宝。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记得下雨啊，下雨呢我就觉得这些不能被雨淋啊，我就。 脱了个外套，把它都给它包起来，我就裹在这个身上。然后我们同学呢，就那三个同学就把这个法宝呢放到包里，包里吧，它关键是因为下雨呢，他怕鞋子湿，把鞋子也拿下来也放包里了。结果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坐的拖拉机啊，那两个男生就全部都从拖拉机摔下来，摔的就挺重的啊。回去之后还上医院。 然后回来之后，我们记得那阵不觉得跟这不知道跟他有关系啊。回来之后见到同学的母亲啊，母亲学佛啊，就说你这不恭敬法宝了、啊，不可以把那个馅儿啊跟鞋子这样放。然后就问我，我说我是拿衣服包起来搂着下来的啊。所以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修，生生世世阿赖耶识里留的都是善种子，你再一世投胎做人，他会起现行。 啊，你也不会作恶，你这一世造恶业，下一世恶恶习啊，还会现前。嗯、所以我记得以前哈、啊，我也是就有个习惯，从小的习惯，睡觉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放一个小布，我就固定躺在那个布上，就不乱动，一直到就是这两年学八根斋戒，持八根斋戒啊，是无意识的。别人跟我讲啊，说老师，你是不是以前是持八根斋戒？ 因为八关斋戒他不做高拱大床嘛，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没有这种方便条件，所以他就会用一块布来作为自己的遮蔽啊，就躺在那个那个垫布上面，这是我从小的习惯，而且从来不喜欢听这个歌舞和妓乐，从来从来不喜欢听流行歌曲，啊，我记得刚跟丁红叔认识的时候，他问我这个从小的爱好，我就讲。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歌星影星啊，从小就不喜欢。小时候同学都展那些照片，我从来不展，不爱听。定光法师当时就说：“说你以前是肯定吃八分斋戒啊，劝我这个这一次吃。那阵儿就是怕这个过中啊日中一时，所以就没有吃。啊但是现在吃了这两个月，吃习惯啊，觉得过了午之后一点想吃的念头都没有，也不饿。” 所以都是自己的习气了啊！我们尽可能养好的习气，养善的习气啊，培养善种子啊，那么对生生世世的修行都有好处。要用真诚和恭敬心去布施啊，才有这个福报啊，不能后悔。这里呢，讲了这个我们师傅上人的一个例子啊，说新加坡呀，有一位坛禅法师。 每天都在城隍庙的门口卖一些蜡烛和油灯，他就把卖来的这个钱一分一分的攒起来供养寺院在大陆建寺院，不论多少万都捐啊，自己只说一句：个人因果，个人悲。捐了之后呢，就不再过问了啊，心里非常的清静。我们也是做任何事情啊，咱就一句话：个人因果，个人悲。 我们该做的做到了，剩下的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不要执着对方一定一定怎么样，怎么样都好，那是他的因果。我们把自己的因果圆满了，这是最殊胜的啊！自己心里清静，念佛安稳啊！不要执着一定别人怎么做才对呀、啊，一定按照我们的要求来，按不按要求都好，他他他有他自己的因果法则去去制约他啊。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要去执着，执着对自己不好。《感应篇汇编》里讲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啊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一个讲的叫福雅的例子，福雅为人乐善好施，家门前常挤满乞丐啊。他常对人说：“天下财物聚散无常，今天富有，明天可能就贫穷。”所以啊，一个人做人呢，要往长远了看。 那么自己哈、啊、一天要不布施，心里就闷闷不乐。当时的人都赞叹他说：“不为权意富，宁做福雅贫。”权益是当时非常富贵的人，说不羡慕啊权益那么富贵的人啊，而羡慕像福雅这样贫穷的人啊，因为布施得欢喜，所以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啊，常想着给人东西啊，自己呢。 不要填到自己里肚子里。我也是训练的，以前有看到好吃的，忍不住就要留下。啊，现练现在就是越是好吃的，我越不留。所以那天身边的那个秘书还说：“哎，老师，这个饼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我爱吃的。”他说：“就怎么就剩一盒，你还给了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不训练自己断这个贪心吗？啊，不管能不能吃，爱吃的越爱吃的越不吃，越往外舍。” 舍到最后啊，就没有爱与不爱，都好，因为修行是自己来锻炼自己了。尤其是我们平时在家的话，啊，没有人来要求你一定念佛多少万呢，一定是怎么样？大部分人都随顺自己的习气啊，想躺就躺，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说就说，想玩就玩，啊，修行人的生活不是如此。 他会按照佛菩萨的要求，按照圣贤人的标准，来对自己严格要求。我无论是持八观斋戒也好，我一天念佛多少万也好，啊，我自己啊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自己给自己一个设定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最后你会发现果报是非常殊胜的啊！所以大家要自己来要求自己了。 那么后面呢也有例子啊，讲的是这个：从前有位叫西百三的，本来是个穷人，偶然看到一位道士前往一处商家求乞啊，商家不愿意给他。西百三摸摸腰间，只剩下一文钱，就拿出来全部给道士、啊。当天晚上梦见道士将他脸上的赘肉去除啊，醒来时果然呢，病痛呢，就是脸上这个肉呢就脱落了。 这是三文钱的布施，就感得脱离病苦啊！所以布施的果报是无量无边。我以前在大连有一次啊，可有意思了。那个跟司机开车司机开车我坐旁边，我念佛。结果呢，路过那道边呢，看有人拿着这个那个一袋儿里头大概装了十来个海龟啊，在卖。我就叫他停，我说那个。 把这个海龟啊，我们就给他买了放生。那司机说好啊，当时是几百块钱吧，我忘了。这刚买完呢，他自从后面那个灌木丛里又拖出一袋儿。完了，司机说你怎么还有一袋儿？他说我这三四袋儿呢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钱包里反正就这么多钱，应该是不到三千两千多。我说能不能啊，就全部都拿出来，我就全买了。 那司机就当时不同意，说陈总，咱就买一袋意思一下行了，这个这你要要多少他就有多少，而且他明天还去抓去，啊，我说不会的，啊，我说我们既然看见了就，就就都都买下来了，所以我就坚持呢，就掏包了腰包就都买了，买完之后呢，啊，我就连连着晚上我就跟司机就去水库就给他放。 然后第二天一早，果真那报纸就说他这个是啊，就是在那好像故意骗我们这样的人啊，学佛的人。我当时就跪在佛前啊，求护法神加持啊。我说能不能让他就不再不做这个事情，至少让我的司机呢不要在同一条路上，第二天还看到这些人。那司机就会生这个埋怨哈，就啊，就不要这样做。 结果第二天，司机开车送我回家，就说：“我说陈总，你看哈，那报纸头登了，肯定这些人还在这个路口在卖呢。”我说：“不会的，啊，我说那个肯定以后他们就不做了。”啊，真的佛力加持。后来路过那路口，再没有出现这些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真心的求啊。我以前在大连好多这样的例子。还有一次也是，冬天下了大雪。 然后就是一家人呢，就是在地上写了个单子，那个那个小孩子好像有那个病啊，啊，当时那个脸色很差很差，没有钱治啊，然后好像他妈妈也是那个腿瘸的，啊，然后我就让司机停下来，我就把兜里所有的钱，也是几千块钱，我都给他了，我说你去治病去啊，不要下雪天还蹲在这儿。也是同一个司机，是个小男孩儿，我们那司机特别可爱，说陈总他是骗子。 那你怎么就上当受骗呢？我说不会的。我说你看那孩子多可怜啊！我说这冬天，就当天晚上呢是电视报道，就说是一伙儿骗子从沈阳赶到大连来行骗啊。然后我爸也说说你这个呃就心太软，不应该这样。我说个人有个人的因果。我爸说明天在这地方再再那个嗯，在这个摆摊儿你就不要再给钱了。我说不会摆的，也是在佛前跟佛菩萨商量。 真的，第二天那个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学佛真的就是各修各的因果啊！你修你的因果圆满了，至于对方怎么样，他是骗也好，他是他视线在你面前了，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很硬的心我记得原先啊，大宝啊，就我那大儿子在国内上小学一年级，每天路口都有一个老人家在那行乞，尤其冬天很可怜的，老人家也很大岁数。 就放一个碗，我那大儿子每天都跟我要钱，啊，从十块八块啊到一百，说妈妈怎么给他一百了？给这么久他还没走呢，他是不是钱不够？我说可能吧。我说你愿意给，妈妈就一直给啊。我记得那阵连着好几个月，反正大我大儿子每天去啊跟我要钱，我一定满他的愿，我从来都不说，我说这是假的，骗人的，不用给他，我从来没说过这话，因为我觉得。 任何时候不坏孩子那个童心，不管对方假不假，他有帮人那个心是真的，我就圆满他这个真心。所以，我那两个儿子任何时候见到这种情况啊，他都会去给啊。就前两天我领他在香港过那个一个地下街道啊，也是有两个人呢，残疾人在那弹琴，摆着那个摆着那个乞丐那个啊，也是行乞了，我们都过去了。 我大儿子回来跟我要钱，说：“妈妈，你有没有港币二十块钱？我要啊、呃、给他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小的，只有五十港币，行吗？”我大儿子说：“好。”我就让我大儿子送过去了。我那老大回来说：“哎呀，妈妈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他那碗里全是硬币，都是一港币呀、啊，五港币，没有那个大钱。”我说：“他开心就好。”我说：“我们赶紧去赶车吧。”我当时就赶车。所以大家呢，平时可能包括我们教育孩子。 真的尽可能培养孩子那个爱心啊，不要破坏他，啊，我就很反对。很多家长都说：“哎呀，那是骗人的啊，不要去这么做啊，啊，不去讲这个话啊。”那么接着看这个假借不还啊，假借不还呢？我们是说向人呢假借钱财，最后不肯归还啊，他不知道呢，这个债务不还呢。 死后也是要偿还的，欠的少呢，出生为人做奴婢来偿债、啊、欠的多的呢，就出生为驴、为马、为牛啊、为犬来偿债、啊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，凡是借人家东西，需要爱护向人借东西呢，一定要、啊、有借有还、啊、所谓借人物啊，及时还；后有急借不难。 这是《弟子规》里讲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还，是忘了，所以自己要记下来。向人答应人家给人做什么事儿，要及时做；那么向人家借了什么东西，要及时还。啊，不可以呢，就忘掉了你忘掉了，因果不会忘的，护法神不会忘的，他都会给你记着的所以大家要清楚，所以做人呢，一定要清清楚楚的。 不能做小迷糊，我们这迷迷糊糊的，就成天背因果啊，背的因果都不好啊。你仗着自自己呢，成天的脑子都不清楚啊，这不行。只有业障减少了，我们的佛号呢才会念着没障碍。这是我的真心体会。我早先就没有做这护法的事情啊。早先在大连，我记得有一次领着两个朋友，我那阵有会所嘛，静心会所。 我说我们去通宵念佛去，我还拿着个引磬，哦，我说八点钟起念，把孩子在家里安排好了，保姆都弄好了，我跟着那两个朋友，我们决定念通宵，啊，没有念通宵了，念了都不到一刻钟，困的都不行了，我在前面那引磬都敲不出声了，就念了不到四十分钟，哎呀，我说不行，这太困了，睡一会儿，啊，睡到十点钟，然后我们仨起来了再念。 念了又不到四十分钟，哎，实在太困了，还是睡觉吧。一睡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，啊、真的念不了，那真的是困呢，你走路都东倒西歪的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大声念也不行，快念也不行，慢念也不行。后来我们仨吧，早上还做那分析，说这说这怎么什么原因，这这发心的时候都很勇猛，怎么就念不下去呢？啊，我们把那灯都开的亮亮的。 又点香，又又那个求佛力加持，也不好使，啊，加持不上，业障重，啊，那么经过这些年修行，自己也发心护法，真的消特别多业障。我就这两天晚上都是通宵念佛，啊，每天念念十万不累，其实我昨天是熬通宵的，今天早上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，啊，我念到凌晨将近三点半。 上床躺了一会儿啊，五点多我就醒了，也不困也不累。然后今天接着念啊，然后下午备一会儿课，晚上跟大家来学习啊。所以我当时那个深刻的体会，业障消和业障没消真的是天壤之别。这人修行没别的，就是消业障，业障不消干啥都干不了啊，念佛更是念不了,了。 所以不能假借不还啊！这里有个例子啊，我们来学一下。讲的是清朝康熙元年，有一个北京的居民叫张元啊，养了一头驴。这个驴呢，一天呢能走二百里路，但是喜欢踢人和咬人，一般人都用不了啊。只有张元父子三人骑他的时候，他就特别的驯服啊，从来也不踢人。 那么刚好当时有个姓杨的人呢，他想借这个驴子来骑一下，啊，这个驴子也很驯服，让他骑，啊，他就骑这驴去办事。回家之后，当晚呢，他就梦见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告诉他说：“我呢就是张云家的那头驴子，前世呢跟你借了三百块钱没有还你啊，现在应当偿还你。你昨天已经骑着我走了二百八十里，那么求你再骑走二十里路，我就。” 欠你的债就就还完了啊！就是借他三百两钱没还啊，那这一世呢就走三百里路啊来还他。那杨某就问说：“那你欠了张元多少钱呢？”啊，天天任他骑啊。这个黑衣人就皱着眉头，很忧愁地说：“太多太多了，很难说清楚。”啊，杨某醒来后果然又借他来骑，去的路程稍微远了点儿。 骑了一会儿呢，驴子就忽然跳起来，把它摔到地上了。杨某在地上推算了一下，果然超过二十里了，就把它给摔在地上。啊，杨某就很惊惊异，就跟他说：“啊，说我明白原因了，但是现在离家呢还有十里路，如果我不骑你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回家。啊，能不能你让我骑回家，然后我回头拿十文钱呢，给你买草料喂你，咱俩就两不相欠。” 啊，这驴子就站着看看他，考虑了很久，就点点头答应了。于是又很温顺的载他回家。啊，之后呢，杨某给他买完草料，吃完，啊，吃完之后，杨某想再骑他，试着靠近他的时候，才一接近驴鞍，驴子马上就踢他，开始咬他，就不让他再骑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所谓意一啄呀，莫非前定。 我们在这一世上所吃的、所用的、所面对的一切啊，都是自己命里带的啊。所以，师傅上人常讲啊，小偷能把人家的钱偷到手啊，那是他命里本有的啊。你没有必要用偷这种手段了啊。我们现在也是要，就是比如说人家供养你，也是你命里本有，你超过了这个使用。 啊，你就超过了这个命里的应该用的度啊，都是麻烦的，所以自己要谨慎。那么下面呢，也有一个例子啊，讲的也是很好，讲的是这个安徽有一个吴姓人，那么向来以信义自持，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两个儿子说。 我所有的千两黄金都是向福某借贷来的，你们一定要一一还清。宁愿受寒挨饿，也千万不要做一个负心负债的人。啊、儿子很听话，遵照父亲的遗命，把债全还清。啊，顿时呢，生活就很穷苦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忽然在一口枯井里呢，找到了两千两银子，上面刻着唐朝的年号。他们关起门来，觉得很奇怪。 就把这银子严很严密的收好啊，也没有跟外人讲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个邻县的人来跟他俩说：“你们不是吴某的儿子吗？”他们说是的。那个人说：“你们可能有一笔很大的财富要来到。”说前几天我生病的时候，恍惚来到啊，恍惚来到东御府啊，阴间了、啊，看到财帛司啊，就专门管钱的那个地方。 有解送钱财的神邸神呢、啊，专门送钱的神仙到达，自称是叫警犬警犬之神，专门管这个警犬的神。东域大帝就说，这是唐朝宫中的府银，上帝因为吴某处理财物啊非常分明，他的儿子又能够苦心遵守父亲的遗志，所以就把这笔钱呢赠送给他的儿子啊做银两。 使他们代代子孙都能够享有大富，我醒来后觉得很奇怪，所以特来到你家拜访。两兄弟非常惊讶，就把实情告诉了他。所以这个井底的钱也不是白给的，这是特别的偿还的。那么处处都有神灵了，自己要做做人做事啊，不能够啊亏得了自己的心啊，所谓。 天地鬼神之间啊、嗯，都在照看自己，修行更是这样啊。真心呢才有真感应，不真心的感应都不好。那么讲这个假借不还，那么在感应篇前面也有讲，负他祸财，怨他生死啊。所以借人钱物啊，一定要归还讲究信用。 啊，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句，叫“分外赢求，力上失舍。啊，这是讲本分之外的不应该攀援。如果一味的去赢求、争取，啊，所谓“力上失舍就是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实施过高的计划，这些都属于攀援。啊，攀援的人呢就很苦，随缘的人呢才快乐。 那么，在《感应篇》汇集里讲到：“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。”啊，求他所谓君子求财呀、啊，要能够真正的如理如法的求，啊，不能够啊用那些邪恶的手段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：“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不离方寸呢，是指自己的心田了啊，要从心地里求。” 安贫守份啊，俭用可免求人啊，自己能够安守住自己的本分啊，那么节俭用度啊，就不用求人。省事清心啊，求盈起以自自苦、啊、做任何事情呢都清心寡欲啊，所以也就减少外面的一些麻烦。那么一切呢都是不是靠智谋得到的啊？所谓命中有时终须有。 命里无时啊，莫强求。那么历上诗社呢，在《感应篇汇编》里讲啊，扯满一帆风，又添八把桨，啊，这是讲攀援的苦那么不能够去攀援了。那这里讲的这个例子也很好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唐朝。 穆宗元年间，有一位裴仆啊，他过世以后呢，他的表兄华元有一次客居龙石，在路上遇到一位武官啊，旁边骑马的随从很多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正是已经过世的裴仆。那华元就很惊喜地说：“啊，表弟，你已经啊离开人间了啊，怎么还担任一个武职呢？”这裴仆说：“呀，我的官职是。” 西川叫刷掠史，刷刷子的刷，刷新的刷，掠是掠夺的掠，使是使者的史，刷掠史。专门管理世间财物的增减。世人一饮一啄都是命里注定的，更何况是钱财呢？所以在音符所登载的都有一定的数量，如果你的使用超过了限度，就会把它给刷除掉。 这在世间的现象，有的是自己呢耗费掉了，有的是突然突然遭这个横祸呢而损失掉了，有的是做生意而亏本，有的是因生病而花费掉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在任这个刷掠史的时候呢，都是我所管辖的。比如说你命里就一百万啊，那你用一笔呢就消耗掉一笔。孩子也是，孩这个孩子本身这个命里呢就是十万块钱。 你小的时候呢，你给他的所有的这个花销呢，超过了十万，他就该生病生灾啊，就开始啊消耗自己的福报，就没有有的时候可能就不久活于世间了啊。所以要知道啊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好用的才是自己消自己的福报，只要别人给你的用到我们身上的，都属于消自己的福报。 啊，所以不能随便消。在世间上啊，农人勤求米粮，商人努力赚钱，读书人努力获得俸禄，啊，也只能是求到本分中应该有的，啊，绝对不能求得本分内所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不勤劳，那么连本分中应该有的都会失去。 你遇到我呢，也是前生命定的，应该得到白金两金，就白银两金。如果给你超过这个数，就超出了，超出的部分也会被略除。所以我也不敢特别优厚你啊。说完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啊，那真正学佛人呢，要知道，我们这一生虽然富贵贫贱都有定数啊，不易改变。 这是我们宿世的业力，啊！但是我们真正发大愿，把自己全部舍出去，啊，身心世界都奉献给佛菩萨安排，啊，不为自己求福，也不为自己求名求利，啊，我们的生活就很自在，什么都不用安排，该有的都会有，自己只是用最简约的这个尺度，啊，来有吃的，啊，吃一口吃饱就行。 有用的啊，能节俭着用就行有一个小房子能安居啊，能住下来就可以了啊。剩下的这个时间也好福报也好啊，所有的能力精力啊，全部奉献给大众啊，随缘帮大众做事。我们讲有钱就做，没钱就不做，钱多多做，钱少少做。 啊，决定不在这里头去攀援，攀援的果报呢就很苦。那么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，自己的修行路上啊，就会不能够安住自己的本分，啊，往往呢，虚妄的给自己加很多压力，一天到晚的去谋划，是谋划不来的。所以，要做一个真正。 智慧快乐的人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你争的我都不争，你要的我也都不要。随缘，随份，而尽全力的为众生做事。啊，随着我们的缘，随着我们的本分，啊，尽己全力为众生做事。 啊，有这个机会为众生做，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做；没有的话，我也不去攀援。一切呢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，啊，不自己去安排，自己安排是很苦的。啊，佛菩萨安排你，佛菩萨会把你叫出来。如果你前世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愿，啊，到这个时间，到这个因缘，到这个点儿，啊，佛菩萨就会叫你为众生做事。 别叫你的时候呢，你又不做。你说我要静修，别来烦我啊，这也不行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叫不动。等着做真正做的时候呢，自己又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的心力使出来。做的时候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啊，在这里呢，修自己的清净心啊，跟一切大众呢和和相处。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。 就像我们做饭一样，不可能让所有的口味啊都一致，但是呢，要自己知道，在这里修自己的清净心，面对所有的这些虚妄的境界啊，自己始终让自己的妄念呢不要起来，多用一句佛号，能够吸得出妄念啊，能够把这个妄缘的境界看破啊，二六十中提起一句佛号。 我们的修行就日渐功夫，所以你看世相上看不出来菩萨和凡夫的区别啊。菩萨是在心里面用功凡夫呢是心理上没用功。世上呢两个人都在做事啊，凡夫是不断的用这个一个又一个妄念啊来赶着做这些事情，而佛菩萨不是啊，他是在这些事情当中不断的去去掉自己的妄念。 所以古德有讲，学道日损，啊，损是什么呢？减少自己的妄念，啊，修的清净心。我们要有真实的利益啊，真实的智慧，去利益一切大众。什么是最真实的利益和智慧呢？就是多念佛，一定提得起这句佛号啊，不要把佛号丢了。因为我看到太多义工啊。 坐着坐着呀，全部都是妄念做主，那种功利心、嫉妒心，啊，攀缘的心，把自己全都障碍住了。因为自己的业障呢，听不进去别人劝，最后在这里修呢，修的全是六道轮回的果报，所以很不好啊。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清净的头脑，任何时候。 我都不忘自己来到这个这个里头的出发心，我是为求做佛的，我是为求往生的，我是为了帮助众生的，嗯、怎么帮呢？怎么去往生极乐呢？都是用这句佛号呢，不是用别的，啊、嗯，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啊，知足常乐呀，人就有福报。师傅在这个书里讲了一句例子，讲的很好啊。嗯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现在常看到的，讲的是一个知名大学的四十岁的女博士生跳楼自杀。为什么跳楼自杀呢？后来调查明白，才发现她有家庭，先生跟她都读博士，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。那她靠自己微薄的工资，家里经济比较拮据。 啊，因为她学习很好，拿到了这个大学的最高荣誉奖，就这女博士，工作本来也已经找到了，准备毕业之后到新闻单位去工作，但是因为她的志向很高，找的工作令她不满意，再加上啊学习压力重，所以就萌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师傅说，这都是分外营求，地上失舍，这是世间人了啊。 我们学佛的同学也是啊，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啊，不要自己给自己定啊没有意义的目标，不能跟人比的，自己跟自己比。我原先一声佛号没有，我现在一天能念三千，很好了。念满一年，明年我业障少了，我能念到五千，坚持也很好了。一万、两万、三万。 我们讲这是循序渐进的，这是日积月累的，你不能一下子啊就给自己定一个很高，你达不到呢又很痛苦啊啊！人家每天都念七万八万啊，我我这才三千五千，每个人的修行都有过程的。我真的跟大家讲，我原先也不行的，在大连那阵儿，我我我大连的起的目标就是三千定课哈，我念佛就三千。 我这而且不能快，我一快这个舌头就打卷了。那阵就是咬着这个字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”，十念法，啊，早上一千，中午一千，晚上一千，我就念圆满了，啊，念得很认真，拿个本每天都记着，啊，我就那阵坚持好几年都是这样。师，我记得师父上有定课，不是三千到一万吗？我这保持这个底数是三千不变，啊，一步无量寿经》，每天坚持一步啊。 这个坚持住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听经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理不明白，我都不明白自己为啥要念佛，为什么师傅上人那么强调这句佛号自己也念着没什么法喜，反正就是这三千的功课给他完成，然后大量的听经听经当中呢，我那阵做了很多笔记啊，反复的看笔记，自己去思维，然后检查自己的过错啊。那阵真的是。 挺感恩那阵胡老师的教教学的，因为胡老师前期讲课很多都是让我们改过啊，把自己的过错列出来十条二十条啊，逐项的改，认真落实。那么随缘念佛了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自己啊都提起来这句佛号啊，有时候计数，有时候不计数啊，慢慢的来啊，所以不能用这种竞争的心理。 来求学佛，来求精进这都会害了自己那么参透这个机关啊，落得自在啊，生活才会出现法喜，一点点呢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我们、嗯、今天呢，时间到，我们就学到这里啊。嗯嗯、我们来回向，听经功德殊胜行。 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迷诸有情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